幻笼罩我，一字未落，棋局已交错，纠缠的因果，灰尘宿命的漩涡，拖拽着我，已决定从此不再闪躲。是谁的身影呼唤我去斩断桎梏的枷锁？亲手点燃烽火，剑一笑，丝瓜上针一草，又何妨？这万千因果，且看着我闯入这几战场，饮八卦在手，冲破迷障，终局后唯有深藏。大家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？溶洞就在那儿。海底极阴，万物终结，极阴实现，阳气覆灭。兴许就在极阴之气最盛之处，正好在那里逆转阵法，去除你体内的极阴之气。没事吧？怎么觉得好像很久了？哎呦！这该死的地面太滑了！该死的是你的盾位，快起开！哎呦！再坚持一下，这里寒气如此重，离那极阴之地应该不远了。来，你的寒毒又要发作了。我先帮你压制住。可这样，你的真元消耗太多了。没事，我撑得住。走吧。谢谢。这位美女啊，别听这个后神说的，她呀是在撒谎啊。唐城古董街鱼龙混杂，你还是看准了再买。你。美女，我严格担保啊，这你这东西做的确实能以假乱真，但是有一点细节没兼顾到。洛城气候湿润，出土的青铜器锈层丰富，锈质坚硬。你这假锈层做的草率了些。胡说八道，我不卖了。我叫百初夏，是个热爱古董的文物猎人。我叫方毅，略懂古董。这里有极阴石，极阴之地应该快到了。是当时遇难的搜查队员。走吧。
怪我。你怕什么？赶紧去帮方毅他们。蒲鬼木，本草灵木精的灵髓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你们别过来，这是蒲鬼木。都别过来。寒气动了这些蒲鬼木刀枪不入，连火符也奈何不了。一哥了，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一哥你怎么不早点用啊？哎，嘎巴拉可不听我使唤。那他怎么自己就帮你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我能感觉得到，进入这里后，嘎巴拉好像变得活跃许多。还有那个阵法，难道以前这里有异能者来过？我们先去极阴之地找符阵，走。嗯。好冷啊！看来这里就是极阴之地了。好家伙，这鬼地方连石头都怪模怪样的。少见多怪，这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木的符阵一样，初夏，你有救了！果然没错，曾有异能者在这里待过。这阵法就是他们修炼极阴之气时留下的，我逆行阵法就可以去除极阴之气了。初夏，你快坐到阵中。哇！他怎么这么听话了？阵法激活了，逆行真元，去除阴气。石怎么在冒气啊？那是极阴石里的阴气被阵法催发出来了。啊，那我们躲着点。一哥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
这是要阻止一哥实行阵法，我得想办法偷住他。啊，动手！啊！我去！ 怎么又有嘎巴拉呀？这里不是极阴之地吗？怎么会有这么热的气流啊？ 你没事吧？这要是打破了，里面那股热气崩出来怎么办呢？这符文跟嘎巴拉的一模一样，我要进去，说不定能找到我的身世线索。可里头看起来很危险啊！呀，这护身鱼胚又快顶不住了！啊，我的也要碎了，怎么办？我的也是。
这种软玉镂刻的玉佩没法在极端环境中撑太久。方毅，先离开吧，你们的玉佩撑不了多久，我以后想办法再来。哎，对对对，先回去再想办法。哦，啊，我快。啊。走。动作软玉不行的话，用顶级硬玉呢？顶级硬玉。那就可以无需顾及极端环境，可惜这种玉可遇不可求。我知道哪里可以找到顶级硬玉。想去翡翠宫盘买顶级硬玉，那真是找对路了。不过玉国是世界上最混乱的国家之一，多方势力战乱频繁，想买翡翠就得通过他们举办的翡翠宫盘才行。你们彭家应该也是主导翡翠宫盘的家族之一吧？嗯，翡翠宫盘价值巨大，谁也没法独揽，就由我们几家共同来管理了。这位兄弟我还不知道来历呢，敢问贵姓？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方毅小友，